下面来看一下沟通重新开始这位学员培训的视频。这位学员呢参加过我们上一期的公开课，但是从这期来看的话呢，进步的这个程度还不是很大，当然动作上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主要还是身体比较僵硬，我这里只有你正手攻球的素材，所以我就针对你身体僵硬的这个问题来讲一下。我们看到你打球的时候肩膀是耸的比较高的，是吧？两个肩膀，然后呢两个脚的站位呢也是扎的比较硬，打球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僵硬，整个人打球光是手臂在挥拍，然后你的身体呢好像是配合你手臂在转腰，就不是主动的腰部带动手臂，所以你打球的时候整个人很紧张，肩膀耸得很高，很紧张，这样的打球所以打长了以后呢，对你的这个肩膀也不好，对你的这个肌肉也不好，肌肉就会僵硬所以经过打球的时候把肩膀放松一点，把这个架子放下来放松一点，然后呢两个脚站位的距离稍微的站开一点刻意的站开一点，然后膝盖弯下来一点，弯下来一点再来打球就好一点。你不会说两个人就两个脚站得太靠拢的话呢，整个人就硬住了，是吧？站得直直的膝盖又不弯，膝盖一挺往回这样一紧，整个人就变僵硬了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乒乓网视频指导区这位叫为梦而拼的球友，他发了自己直拍横打的反手拨球的视频，让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那看他这个动作呢，给我的第一感觉他不是在拨他是把球推过去的。这样打球呢，我觉得对于初学者而言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因为初学者很难去把拍面控制好，而直拍横打的很多人的拍面控制不稳，如果手腕动得过多经常导致失误，所以一般初学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尽量的少动手腕，用前臂前后的进行发力，但学到一定阶段不能还是依靠我们前臂前后推过去，那和直拍的推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包括你的这个引拍的动作也是，你引拍的时候整个前臂竖着太多了，就向上架的太多了，没有放平下来。你引拍的时候我们直拍横打应该肘关节往前支撑一点，让你的前臂平过来和台面水平，这是完成引拍的状态。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前臂再向前转动二分之一个圆去带动手腕，这样才能逐渐的去体会手腕的发力。那后续呢，手腕可以稍微放松点，在引拍的时候手腕稍微内屈一点，击球的时候手腕再有意识的，是吧，跟随前臂向前发点力。再一点，你在发力的时候整个手腕往前弹的比较多，比如说有的球过来你想发力的时候你是用手腕从后向前弹过去的，而我们直拍横打在发力的时候要有一个手腕内收在外展的动作，这样才有一个转动的过程。那么你后面在练反手的快施反手拉的时候，你的前臂手腕才可能用得上力。所以你今后在练习直拍横打的时候，你的核心关键点在于你的肘关节的一个调整。